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爱社交、爱吐槽的郭大侠。莎莎哎呀曾经说过，若要使人疯狂，先抢一波银行。话说在遥远的西方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戴上面具闯进了西班牙最大的印钞厂，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念头，开足马力替政府多印了10亿欧元，最后携款四逃，分别躲到了世界各地，过上了有钱人枯燥乏味且无聊的生活。而西班牙警方从未停止对这伙人的追寻，但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伙人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一般。2年时间过去了，警方没有查到任何欧元市场大额现金交易的信息，因为教授已经事先打点好了一切。不过之前我们说过，东京和瑞奥是这伙团队中最薄弱的环节，而今天的故事依旧要从东京说起。在教授的安排下，东京和瑞奥躲在了风景宜人的醍醐岛，很快东京就厌倦了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的生活。因为被禁止使用手机、电脑等高科技产品，导致东京不能及时关注郭大侠说电影的最新动态。这天忍无可忍的东京对瑞奥说，世界很大，老娘要去看看。瑞奥自知说服不了东京，于是只得同意。临走前，瑞奥递给东京一个粗杆大哥大，这是他跑路前在黑市买来的，绝对安全。两人约定每3天下午6点开机一次，每次通话不得超过5分钟。骤然离开孤岛来到大城市的东京，积攒了2年的洪荒之力瞬间爆发了。然而独守孤岛的瑞奥却撑不下去了，72小时后，瑞奥迫不及待地打给东京，然而等来的却是无人接听。东京在飙车，瑞奥在打电话，东京在夜店，瑞奥在打电话，东京在狂欢，瑞奥在打电话。嗨了不知道多久，东京突然想到和瑞奥当初的约定，于是接通了瑞奥的电话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部开机要3天、通话5分钟的手机已经被西班牙警方远程定位了。西班牙警方要求国际刑警对他们进行抓捕。而此时，东京和瑞奥已经在电话中你侬我侬了近半个小时。当东京发现时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瑞奥被捕，东京出逃。时隔2年后，教授精心安排的忍者计划宣告破产。瑞奥被抓后，大肚婆对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审讯。警方急切想知道这2年教授过得好不好。然而被酷刑折磨的瑞奥始终没有吐口教授的所在，当然不是因为他够义气，而是包括瑞奥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教授的藏身之所。时间回到2年前，当年他们抢了印钞厂后逃出升天，教授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秘密信封，信封里面是他们今后要生活的地方。由于瑞奥和东京样貌已经被警方知晓，所以他们被发配到了荒岛。按约定，成员之间不能互相打听去处，所有人的行踪只有教授一人知晓。当他们遇到困难试图寻求帮助时，只需拨通中间人的特殊号码，就会有人出来帮助你。当东京拨通了那个电话后，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教授。然而教授身边的拉克尔却引起了东京的警觉，教授解释说她是我老婆，现在的代号是里斯本。当教授得知瑞奥因为打电话暴露了位置，赫尔辛基当时也买了一部电话时，他决定将大伙再次召集了起来。为了取得和政府谈判的筹码，这一次教授把目标锁定在了西班牙国家银行。由于上次抢印钞厂时队长柏林牺牲了，教授必须再找一个新人接替柏林队长的位置，毕竟其他几位成员的智商让人十分着急。于是教授找来了柏林生前的挚友巴兰莫担任此次行动的队长。镜头一转，来到行动日当天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上空出现了一只印有劫匪 logo 的定制版吉洛夫。果然有钱后的劫匪出场方式都显得这么枯燥乏味且任性，然而更任性的还在后面。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吉洛夫下方的舱门应声而开，当然投下来的并不是炸弹，而是多达1亿4000万欧元的纸币。马德里的市民都疯了，这可比上次排队抢某皮革厂20块的钱包划算多了，毕竟这次抢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。而此时教授的脸也出现在了各大广场的户外显示屏上，抢钱的民众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静静地欣赏教授的盛世容颜。教授表示，西班牙政府没有走司法程序就抓走了瑞奥，这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，就因为和女朋友打电话多聊了几句就被你们关了，敢问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你们试想一下，有一天你和你女朋友打着电话唠着嗑，突然就被政府绑了，这事儿谁受得了？善良的西班牙民众经过教授的洗脑后，司法成立了劫匪全国粉丝后援会，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劫匪。
抢银行还没开始，教授已经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。光头少校听说劫匪又回来了，激动的一宿没睡。光头很了解教授的做派，于是立马派出西班牙驻军接管市内各大重要机构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警方所有的通讯都已经被教授监听了。此次虽然没有瑞奥的技术支持，但是手握10亿欧元的劫匪们可以聘请到世界最顶尖的黑客。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乏味且无聊。当教授得知他们要派伞兵旅六连一小队驻守西班牙国家银行时，第一时间通知了队长巴勒莫，驻军17分钟后到达。劫匪们有条不紊的按计划在装甲车外贴上事先准备好的伞兵旅标志，他们必须要抢在伞兵旅第一小队到达之前进入银行。当队长巴勒莫来到国家银行门口要求暂时接管银行时，银行的安保人员却迟疑了，他表示必须要向上级请示一下。而此时距真正的伞兵旅第一小队到达仅剩9分钟，劫匪们真的能按计划进入国家银行吗？教授接下来又将如何救赎瑞奥呢？好了，我是郭大侠，我在纸钞屋的世界等你。